每个人都应该背下来这篇千古奇文《寒窑赋》，全篇都在泄露天机，句句都是千古名句。那么这个《寒窑赋》呢，是北宋宰相吕蒙正的作品，你们很难从别的老师那里听到全文。今天我就挑战一镜到底，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《寒窑赋》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蜈蚣百足，行不及蛇，雄鸡两翼，飞不过鸭，马有千里之程，无骑不能自往，人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能自通。盖闻人生在世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。文章盖世，孔子恶于城邦，武略超群，太公钓鱼渭水，颜渊命短，殊非凶恶之徒，道直年长，岂是善良之辈？尧帝名圣，却生不孝之儿，瞽叟于顽，反生大孝之子。张良原是布衣，萧何称谓县吏，晏子身无五尺，封作齐国宰相，孔明卧居草庐，能做蜀汉军师，楚霸虽雄，败于乌江自刎，汉王虽弱，竟有万里江山。李广有射虎之威，到老无风，冯唐有乘龙之才，一生不遇，韩信未遇之时，无一日三餐，极致欲行，腰悬三尺欲应，一旦石衰，死于殷人之手。有先贫而后富，有老壮而少衰，满腹文章，白发竟然不重，才疏学浅，少年及第登科，身愿宫娥，运退仿为妓妾，风流妓女时来配作夫人，青春美女却遭愚蠢之夫，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。蛟龙未遇，潜水于鱼鳖之间，君子失时，拱手于小人之下，衣服虽破，常存礼仪之容，面带忧愁，每报怀安之量，时遭不遇，只宜安平守分，心若不欺，必然扬眉吐气，初平君子，天然骨骼生成，乍富小人，不脱贫寒机体，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，地不得时，草木不生，水不得时，风浪不平，人不得时，利运不通，祝福祝禄，命里也安排定，富贵谁不遇，人若不依根基八字，岂能为亲为相，无锡寓居洛阳，朝求僧餐，暮宿破窑，丝衣不可遮其体，丝食不可寄其机，上人憎，下人厌，人道我贱，非我不弃也。今居朝堂，官至极品，位至三公，身虽居功于一人之下，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，有踏百僚之杖，有斩比令之剑，丝衣而有罗锦千箱，丝食而有珍馐百味，出则壮士执鞭，入则家人捧觞，上人宠，下人拥，人道我贵，非我之能也，此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嗟乎，人生在世，富贵不可尽用，贫贱不可自欺，听由天地循环，周而复始焉。